好的，欢迎现场所有观众回到了2024的英雄联盟世界大赛的八强赛制，这边迎来的就是第四场的关键战，进入了八强，当然也如刚刚前瑞士之等等，就毕竟今年是在这个欧洲打嘛，准备要进入这个跨越的时间了，不知道大家有 got energy 了吗？对对对，我都和凯瑞energy check，energy，I got energ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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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准备要来用能量一起来揭开来接下来第四场的比赛了。中场的音乐就是要有一点这个活络气氛的，蛮多人在讨论这个。对对对，因为毕竟这个我们时差还是比较大一点。没错，但还好啦，现在这从现在开始就是都八点打，打满也才一点而已。我觉得这个时差好像好一点。我以前好像我记得是 S7 吗？还是 S6？ 那时候好像是凌晨三点打，知道吗？打早上。好 ，NA 打在前年呢、啊啊，好像对这个就比较恐怖一点。凌晨四点打到早上十点，眼神会死掉的。准备来到第四场了。目前 NG 虽然被听摆，但他们有蓝色方的机会进入了 BP。这次的 BP 位置，克里斯塔加上了蝎子。就现在，主要是 LNG 好像自己不玩蝎子哎。完全，他们的顺位夜曲很高，但蝎子其实在瑞士至中后段的比赛，就大家的顺位都拉得很高了。没错，这点可能是他们在这个 BO5 目前比较伤的地方。有察觉到这个问题，但也解决不了。打入 BG 来了，一样，欧罗拉以及雅宁。在这个阶段，打入 BG 坐在了红色方，选择都要放的。WBG 应该会按雅宁啊，因为就小五的角色比较不能处理。那欧罗拉的话 ，LNG 前面是没有玩过的，所以也是可以去赌赌看对面会不会选。对对对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希格斯，这个是开雅宁吗？真假？请问你拿欧罗拉还是拿雅宁？100%雅宁啊，这里没得挑啊。那右边就会是欧罗拉吗？那不就是第二把的 BP 吗？没错，现在就是第二把的这一些复刻效果。把贾克斯抢走吗？不然对面又是雅宁、贾克斯、猪女，不就跟第二把一样了吗？所以这里是欧罗拉贾克斯，哎，如果要猜组合的话，猜贾克斯，对不对？就是猜贾克斯，还是肥欧啦？这个盲量哦，直接第五把吧。OK OK， 猜贾克斯就合理了，对，这样比较好。那左边还是可以拿斯瓦尼咯，淑女夜曲其实都行哎，因为如果你让对方拿到夜曲，配欧罗拉的团战或贾克斯的边线都有点厉害，所以这里 LNG 要考虑是不是再一把夜曲啊？是，对哦，但是 Zika 的招牌，据说他的鳄鱼是他的这个招牌最强的角色。这样好像拿夜曲不知道好不好，因为你六等前比较没什么进攻能力。哦，但还是可以斯瓦尼啊，他这个组 LNG 会有点难打啊。是，哎呦，这里应该会按凯莎啦，自己都选伊泽，凯莎就按掉吧。对，哎呦，那另外是 Gala 要玩什么啊？剩下的进要配合进场的，然后 AD 有开战能力的，然后轮到他的艾希吗？轮到他打配合？可是这样是全 AD 耶，这个阵容不就是贾克斯一个人，就是可能三项突破天际，然后接个冰心就一个打全部了。啊，这个物防状况。现在难道有 AP 辅助的存在？在这个版本，那你只能回去玩大家比较熟悉什么凯特琳、拉克斯。但这个组合之前我记得 WG 好像有玩过，然后成效不是说很好，好像也没什么角。我现在能想到的射手能出 AP 的那种法洛士吧，就那纳神之牙 poke 流那一套，纳神之牙峡谷制造者，可是那个也没什么在玩。那个线权其实也抢不了。那不然就是那就全 AD 也行啦，但就是你全 AD 你在前期一定要有优势，不然你到后面对面的坦装拉起来就完全打不动。但得出点大招了吧，因为全 AD 的阵容确实在世界赛，不然其实在职业赛就已经很少见了。很少见，尤其是因为效果真的太差了。主要是现在的世界赛版本服役也都是以坦克为主，是你就买一堆坦装顶在前面，真的有点会有点难受了。没错，那右边就先亮打野嘛，他亮辅助哎、欸，打野还要再抢哦、喔，他神还有招哦、喔，他就毕竟阿姆姆都能登场了嘛。对不对？有摩甘娜，有阿姆姆 ，WBG 的打野变化其实比对面多很多。LNG 此时最尴尬的问题来了，怎么办？我的下路组合怎么凑？就进吧，就配阵容最简单是进，但你的伤害又更低了。那这个打到后期就是谢谢大家嘛？就贾克斯打全部啊，贾克斯一打五啊，然后辅助可能亮个。哎、欸，雷欧娜蛮好的，雷欧娜没边了。哦，雷欧娜没了，那是锁头那里是。右边打野有什么大招吗？他正常刷也都没问题啊。哦 ，Puppy 啊 ，Puppy 还行。
因为正常来说你会四选打野，你的辅助去拿康特嘛，就你他神如果选个茂凯感觉就夜曲没有一个很惊艳的感觉。怎么样？现在打比赛还要经验呢？啊，不，要要，我帮你放个烟火好不好？不是，我就讲短短的几句话，你就每句话充满了恶意是怎样？我问你一下，问你，冷静一点啦。充满了恶意是怎样？不是，大家也不是这样的。不是，那你这样，就你甚至，那你四选茂凯还能做这个一点错位，不是更好吗？是，确实。但这样选完哦。感觉 WBG 就拖后哎、欸，这把不用怕，后面边线打不赢啊。他后面边线是个贾克斯，是不会输的、啊。哦，那这场 PP 做完，就是跟第二场有一些类似，但 WBG 出招拆阵容，而导致了 LNG 所谓的这个混伤问题。当然我得说，雅宁可能也有一点混伤，但这个效果就是稍微的差一点。就一定还是有差啦，一定有差。他的混伤路比较弱一点，跟你上路是一个贾克斯就差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强贾克斯是一个很棒的 BP 上面顺序的调整。是，哇，这场打完 BP 看起来是真的要赢了。看 BP 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贾克斯就蛮好发挥的啦，只能这样讲，他很好发挥。然后其他角色。欧罗拉跟伊泽也都算灵活嘛，所以你要说雅尼的那一波有没有这么好的成效？而且如果我们用前面的比赛来看，感觉今天的 Scout 他整体发挥好像没有到那么的，在跟瑞士制比的时候好像没那么好。没错，对，就前面几波雅尼的大也是有空嘛，所以说不定就是选手在打过几场比赛，一定会跟这个后勤就是有交流有回馈，就是觉得今天说不定 Scout 的状况没那么好，那就开给他，然后我们把贾克斯这支。不稳定因素拆掉就好。确实，哇，这场没想到打 RPG 再来到红色方的这一手 ，LG 只能无奈接招。究竟他们能不能在前期创造机会？又是来自了上中野的救急斗士，整个对手依旧有着可以换线的能力。这场比赛依旧有解决前期这种对线状况的机会。打 RPG 怎么选择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把哦，有机会换线哦，他们看起来。有机会换，有机会换。要换线。哇，那 LNG 如果前期这种中上野的阵型被规避掉了，中后期团战确实装备越往后走，鳄鱼越弱，伤害也越偏呐、啊。我觉得天平到物理伤害区 ，WBG 他今天打的内容就是他尽量都是以先扛，然后找机会打为主。他们主动找进攻的比率啦，如果用足球来看，他们的这个进攻有效次数比较低一点点。你也懂足球是吧？稍略懂，略懂。哦、对对对，没有就。就是、也有在看，没有就也有可能转行啊。他已经准备转行了是不是。我现在我研究了三天越位啊，我现在还在研究啊。好好，没问题啊，世界赛的时候也可以再问啊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人问啊，很可以啊。又来入野了，直接抓野去把对面全部人都给赶走。这位子 NG 这场也不敢正面对决了，人员就选择直接换了，也没有必要说跟前几场有这种互相拉扯的画面。哇，那这场。这么一个对线，这个史瓦尼、亚宁、鳄鱼这个优势可能就没这么明显了，可能还是要到接下来后面的时间点看你的配合。反正 WBG 这把就是假嘛，因为你后面现在的茂凯都是全坦装，所以你打到这种全护工阵容也很舒服。哎呦，回血！哎呦，有点用在用血去那个去扛去抢这个兵经验呐、啊。对，一直加把一直被刮、啊，小五一直刮他们呐、啊。但抢到二，但对面真的是很能打，远程威力顶不住，顶不住了，真顶不住了。像这个鳄鱼要先 recall， 直接 TP 下来。这是贾克斯两等的，两等。这完全不怕。感觉这个要越看呢，不越吗？可贾克斯呢？拉开。这你进这个要装子弹的，还有纳蒂乌斯的这个普攻，就你可以打一波看看啊，他开了你就往后拉，总是要尝试嘛，不然这样对线有点对这个贾克斯来说有点太有发育了，是。但没事，那如果这个鳄鱼 TP 下也没出事的话就 OK 了。是，走出来，他只能看到走过来的瞬间要杀，思考这群众往右边走，他被打得缓速，选择是交闪了，他被。按闪之后接绑那个闪来不及按，哇，这个中路很亏，这个线卡在这有点小崩哦。哇呀，这前期这个雅宁还是我们都知道要吃一点亏的，但这角色我们前面也已经看到了嘛，就算 CS 落后20只，团战就是看那个大局有没有砍的、啊。就主要是他压线也就是很难压爆他了、就是以前的那个阿卡丽嘛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以前新头还打阿卡丽那个画面。就有些角色他是不会炸的。其实现在包括你前面有提到的塞勒斯这种角色，我觉得在有多兰，就主要是有多兰盾这件装备啦。然后虽然可能瞬击步伐跟可能积蓄生命有被削弱，但还是有绿色的符文可以带，所以扛线都还是够厉害。还
是能在中路来个近战打远程。嗯，这边就但是一波打两波对小虎。这样子浓的话，看一下哦。我觉得主要哦，打野有对位看到就好。然后打了招呼，可以打一套那个冒牌。而且这四人打三等，上半部的位置进化解 light 也是点了这卡一套。哎，主要是保状态，他状态不能再掉太多了。是，对面有可能闪咬的。对，但这个线不太好哎，这里他整个 light 状态都不好，这个线卡在这边有点小尴尬。哎呦，这是上半部。对，只能过来 cover 来看一下，微微知道这个对线对于鳄鱼来说真的很痛苦。好像可以 E， 哦，他没有 E。不然你可以ER上去打，因为小虎已经没魔了。哦，这是疾风喽，有机会哦。微微 Q 闪吗？来看抓小虎，欸，但他才集到一个 Q， 那顶到了，交闪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刚那个 Scout 好像失误了，他刚第二个 Q 空了，不然他捏一个 Q 三的话就有机会了。居然杀，但小虎的闪现还是被打掉了。然后 BG 这把比赛，其实只要坚守着这个后期到来的规则，感觉就有机会赢了。对，但中期团战 LNG 的阵容是。因为上中野的关系啦，是真的很强。然后纳蒂鲁斯留人啊，跟近远程留人都很厉害，所以南部 BG 要夹到那个时候也是要想一些办法。而且重点是物件不能掉太多，不然牙宁边线会给到太多压力。哎呦，下路想卡个线啊，航选手想帮一下自家的这个上路。但这里应该就一样是两个单人线到下路对线，然后因为虫要出了嘛。这个虫可能就要看一下，我目前中路是右边很优啊，完全走不出去哦，斯卡特这个资源时间也有差的，主要是状态不好哎，你这样子中永远被推，其实这个虫 WBG 就可以优先动，那只要抓好打野位置，我这就是一套打电型打出来，你真动不了了，这个不回家管不了了，这只是自己血量换要走了要走了，哎，如果要打虫的话，这波就要回家，而且这波刚好是炮车波嘛，就赶快回家。损失的不会那么多，但这波不回，可能这个虫就不太能打，因为你大家时间衔接上已经是来不及了。是，我行已经往上了，其实是有一些想法的。这里有点犹豫啦，第一时间没回家，现在才要回家就更晚了。那就是放了，放虫子，确保了史考特的发育咯，只是这个选择了吗？对，哇，但还被点一个爆破，很亏啊。就让他可以吃到这波兵，但是确实虫子团没得打了。嗯，主要中路你的状态太差了。而且其实现在牙宁他没补过妆，他这个 R 道人其实杀伤力也没有很大，比较普通。对，这里 LNG 不太能开，虽然先踩到河道了，可是中路真的是状态差太多又被推。对面这上路双人组整完线，有这个线路优势就可以过来直接卡住。对 ，WBG 应该可以直接动。哇，这但鳄鱼是有靠啦，这个鳄鱼可能会是一个变数，感觉他人可以设法先偷第一只，但他现在没中，所以他要拖一下。对面要来吃，用鳄鱼，牙宁不在，我鳄鱼来扛一手，总可以吧？啊，但贾克斯这样就可以赚塔钱哦。这里鳄鱼也是要赶快找机会回家，赶快回去下路的，不然下路。哦，他们选择用牙宁去补线可以吗？哦，可是鳄鱼这里又被换一套，好，把这个虫拉回来。哦 ，NG 最后是想要利用鳄鱼六等的优势，这个角色此时六等位移，但他是半血的，从上面包扎想抓他阵，但前面有放树精，这卡位置先被察觉，他阵在调位置，只他们有选择冲下去，就那么刷三个，完蛋，欧罗，右边位置欧罗拉过来，直接把上面的虫子区域化为自己的小圈圈领域展开，控制全场。哦，这位 NG 瞬间倒下了上路级辅助，这就是 WBG 的舒适圈吗？没错，在舒适圈里面打了一套操作，哎呦，这个有。最后扛塔单，又轻松过去吸了个经验。大野 NG 还是很亏，不是这波就是有点拿东墙去补西墙啊。你这个鳄鱼过来，但他很可惜的是他没有第一波 combo 配到猪女跟纳蒂鲁斯的 CC， 把他人秒掉。他人是把招交完之后用闪现拉开，然后在大家全部抱在里面的时候，小虎这里丢一个大绝就全收了。这波有点炸，连虫拿的数量都是落后的。你说的这句话，拿东墙补西墙，难道不能拿东墙补西墙吗？啊！你讲这句话，你想看这个意思，这你就西墙就有问题了，当然只拿别的墙去补一下、啊。那要看你顶那个墙顶不顶得住啊！这里不就有点他顶三个，你看到吗？他没有 all in 死他，这里理想画面应该是要直接把这个茂凯给秒杀掉，但就是被拉开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有，哇，这一瞬间。溜一天开，开起来！就唯一的好消息，这个猪女有送到塔了，这个头在掉。哎呦 ，Rock and Roll 了 ，Rock and Roll 了 ，Rock and Roll 了 ，WBG 要晋级了，他们开败，开败，开败，开败了，开败了。这八分钟这个局，搭上对面阵容的这个问题，对，就是你往后拖 WBG 一定是优的，是。那你前面这种团没有把握住，原因就在于是 Scout 他。
就是我觉得那个回家的时机点一定是需要被讨论到的，因为他第一时间有想要亮 recall， 可是他又犹豫了，那导致最后他只能把鳄鱼叫上来，那位置没有踩好的情况下又被对方反打过来，这就是比较尴尬。如果他第一时间就是直接回家，那波兵就放了，他这个重团把鳄鱼叫过来，反而是他们五打四，就有机会把这个虫给抢下来。那一波的犹豫就导致这一波团战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四打四？那他们在整体的配合又没有接到最完美嘛，所以就打输了。说哎，对面的重点是对面的团战也没有任何的失误，就是你在最终整个碰撞起来效果也很好。对面严格上来说就是茂凯被 O 一波，然后他就是操作拉满，他拉开之后这波团 WBG 就一定会收下。是哇。那现在我们要抓哦，东奔西跑的，看得出来想尝试抓一些机会啊。那么一直想要尝试在这个时间点利用了，看哪一条路线推线或者是辅助跑线，稍微去改变一下战局。但现在这个战局说起来，他们是真的改变不了。我觉得贾哥是这边打得很稳，虽然他的队友只帮他放一根蓝 buff 那边红眼，但这根眼就可以看到猪女的动向嘛。然后下半部 WBG 是把眼睛全部插满的，所以他们现在是形成一个。至少中下是推的，然后呼吸就是自己玩自己的。那有这根眼的情况下，他有抓到猪女位置，那自然就不会出事。那随着时间发育到后期，不知道怎么输哎、欸，因为连一哲都是可以出冰心的嘛，然后小五可以出惊人，他们的物防可以叠得超级高。哇，当对面全是铜墙铁壁的时候，换一个这个小小的，的伤害可能是穿不过去的、哦。这个要硬抓，这不好抓哎、欸，可能要等下个红怒咬吧。是，还要等他等呼吸自己跳上去，跳上去了。哎、欸、啊，还在等，还在等红怒咬，红怒咬，红怒咬来咬他、欸。要咬吗？转掉了呢。哦，演成这样吗？可以，有机会杀，但反波转起来，晕到交闪了、啊。呼吸没死，跑了、啊，留了一口气啊。啊，人没死，留了一口气会变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僵尸啊！你冷静，那个冷静、那個，不需要。道长教我的、啊。哇！道长是谁？林正英啊！啊，又出来了！僵尸道长，啊，这样没死吗？都跳上来了。哇，我觉得没有那个红怒咬差很多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是，他把那个红怒用掉，让呼吸放松警惕了。因为你没有红怒咬，对他的这个杀伤力就不够了嘛，一定很低，所以他才跳上来。这有可能是有点相互关系的。对，然后骗到是骗到，但最后也就差了那一个伤害，啊、就真的差一滴呀、啊！哎呦，哇，那这 LNG 这完全是 all in 的一套，最终没有打出效果，上野没大，但瑞空没大了。看一下这波，哎，残把推回来，要抓的是在旁边看了许久的航，航被留住，想隔墙，对面已经先行预判，是他这场已经在航旁边，现在双方辅助扭打成一团，航只能赶快逃命，继续拍一个普攻，等你护盾没再拍，再拍，没抬到，哎呦，自闭伏笔自己水这很危险，但还是拍比较轻松。杀完人之后再贴队友可以走，被定住也没关系。哎，这里还在吃虫哦。同时另外一边还在骚扰，管起来，小虎再次的领域展开，踩到了威廉，这边给拿下，再一个缓速，左边要我，右边也要，嘎啦。哇，他全都要、欸。可以往右边继续逃，才成功跑掉。这边哇，最后是吃五虫吗？哇，还是 WBG 大赚。这一场逃 PG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刚刚刘金钟玩得很好，他就是完全在预判对方，只是就是时间差了一点点，但最后还是有把对面拍死了。而且这波他们是少一个大绝在打，但他们因为是打得比较积极进攻的那一方，所以他们成功收下了这波团战。哇，当然这整体对局 NG 有点小尴尬哦。这个阵其实不允许劣势的，哎，不允许劣势，他一定要前面就是靠着上中野的这种近战优势打小团战。是，但是团战。还没一撇，人已经被抓的，有点东倒西歪了。哇，这局有啊，有一撇啊，已经倒一半了。你说零四啊？倒一半四个人。哇，这个等下，因为其他们的阵容，你说梦幻团战唯一有画面的只有雅尼，可是他这把的发育有点差啊。是，装备甚至陨落都还在遥远的位置。等一下，钓鱼、插眼、反应，没有一喽。浩凯直接下大吗？交闪现，但他人还是走进，先拍 B 大，他被留在塔下，就打一套 B 个大绝就好。感觉只是打稳了，就 B 个招就好了。对，也其实我 B 到闪已经够赚了。然后贾克斯这边可以 TP 回去手上嘛，所以其实整体的人员，哎、欸，哇、哦，他人隔墙还是要打 TP 来要抓，哦、他们想杀人呐、啊、，recall TP。一只小兵的 TP 赶到，不愧是来到了场前，用一只小兵的威力 TP 赶到，直接杀掉了 Zeka。
从塔场赶了过来，吃了抢中，但他有飞盾榜的小兵，短暂的无敌让他可以继续的存活，跟着四人的队友。准备要往下路再次的夹击远方的嘎啦，虽然给予的狙击帮助，但效果并没有说很好。此时开战打到 BG 的目标是要杀杀微微，后面位置好像是勾回了贾克斯，但 Breeze 还是撑到了最后，杀完人之后才倒地。右边斯卡特虽然赶到，但要杀人并没有这么容易，无奈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。这波后面只能尝试追一下他者，回到上半边的位置，一个 TP 包抄，他者往中路去走，但后面的嘎啦已经加出了追击，自己不必命中丢住。狙击加速，想利用位移的他者虽然绑了 Z 卡，但还在嘎的射程范围，直接 Q 技能人头带走。这波一路下路打到中路，我觉得第一波在看到贾克斯 recall， 我以为他要回去手上啊，结果他是选择塔莎下路嘛，他亮 TP 的时候。